当气泡水机只出气不出水的时候，这叫做气爆。气爆会发生的原因是水管并没有去抽到水，只有进气没有抽水，所以第一要先确定水是足够的，然后水管抽得到水。接下来把气瓶关起来，关是顺时针，关紧。泄气阀这里，水龙头找一个地方接着水，然后让它做排气。当它把气排完，气泡水机的气排完，重新抽水，一直到这个排气阀正常流出水。就完成了泄气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关掉泄气阀，重新打开气瓶。最后我们透过单管注入16管来确定气爆已经被解决，会顺利出水。